你好，先生你好，你好啊，才拄好。拄去替一个产妇复检，特别登去。你好，真久无看了，最近好无？下礼拜啦。应该啦，我等来等啊。啊，不过我甲炳旺足久无看。都送你去厝等啦。先生你有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因家讲。什么好消息？ 就是前一阵啊，阮卡上的好朋友，甲我介绍一个高一的学生。高一？啊，毋着甲阮英杰来同间学校。嘿啊，是英杰的先輩，三年的。啊，对方想要以结婚做前提来交往。真实的哦？你要交男朋友啊？真好真好。想袂到哦，你嘛交一个高一的男朋友，足牛的呢，恭喜哦！ 就是先交往看卖，啥物拢还袂决定啦。好的开始，就先讲伊一半，等你好消息。多谢呢，那呢，我先来转啊。先生，再见。再见。这个贾敏宏条件袂歹呢，上门嘛比迄个明珠啊较好。啊，因斗上毋是伫咧政府机关咧做主管，而且吼，听讲伊阿妈几落间楼仔厝咧洗啦。 我无清楚啦，阿姊替炳宏欢喜啊。炳宏啊，交男朋友，你替伊欢喜哦。嗯。啊、哦，我都知影你较介意迄个明珠啦。这两个吼，两个要拣一个，就爱拣炳宏啦。卡上啊，是要来等啊？倒来在等嘞。行较慢嘞。 我哪会讲出这种白痴话？是要男朋友吗？把我咧讲啥啦？是啊，我咧讲啥？阿丽想到？无代志啊？阿妈呢？什么代志？ 那他有啥物代志啦？你又搁咧乌白想乌白讲啊？好啦，你若无想要讲，我都莫甲你勉强。啊，不过为敌莫去做啥歹代志就好啦。啥物歹代志啊？你唔通踮咧乌白讲。啊，啥物人咧做歹代志啊？哈？无啦，卡上，我来甲边我得罪过啦。我去楼顶看杜尚咧创啥？哎。 你毋是讲最近这段时间爱互杜尚家己的空间，较免甲伊起冲突。玉秋去浪花上班了吼，加少熬替人想的。你哦，爱向恁阿兄加学一挂，做人做代志，拢爱会晓退一步，爱互人留一下面皮。哦，阿拉卡桑。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因家讲，前一阵啊，阮卡上的好朋友甲我介绍一个高一的学生，啊，对方想要以结婚做前提来交往。真实的哦，你要交男朋友啊？真好真好。我讲我交男朋友啊，因家现在才尔欢喜啊，因卡上看我的眼光嘛无共款啊，不过我现在讲白贼。 贾敏宏，你也会记得哦。从即马开始，你已经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啊。
而且你男朋友，搁是他银行业哦，你一定要会记哩。渐渐消瘦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